是不是我上礼拜跟你说我怕你油掉，所以你这礼拜唱得非常的对啊，真的吗？收敛、对不起，没有，不，你太清醒了，这首歌太小心吗？对，就是那个分寸的拿捏啦，哦，就是说你的表演其实要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感染力，可是不要让我们觉得你好像在就是在演，哦，那个分寸拿捏其实是很难的，哦，其实你是在演，可是你要让我觉得你没有在演。哦，那你如果 over 就会就啊又来了，就会很腻。但是你如果收回去太多的时候，就觉得，哎，你不止这样哎，哦，就是那个分寸拿捏。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歌唱的没有任何地方不好，哦，那就是说，因为这种很经典的曲子，我们都会有一个影子在。好，哦，你比方说，生活最细卖个弯，刮波最，如果那个地方不换气。你只有麦歌哇哇哇嘴，那个听起来就是喝醉酒的人在唱，哦，那通常会说自己没醉的人都是喝醉的，哦，所以那个情绪就差那么一点点，哦，但我觉得整体表现还是不错啊。雅婷，是老师，我想我听你唱这首歌，我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我很失望。啊，为什么会很失望？这首歌最经典就是哇哇嘴哇哇嘴哇嘴。但是你唱的版本就非常像在一个酒吧里面客人很吵的时候这样唱过去而已。你要记得，你要翻唱经典歌，这么有实力的你一定要有一些突破自己的地方。好。